其实真正的一个函数的话，它有四种形式吧。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去返回一个值，对吧？我可不可以不返回一个值？我们给它复制一下，这个地方我们给一个零式函数的其他形式。函数的其他形式，在这个地方我们给它去除一下，去除一下。在这里面的话，我们这一个函数，这一个的话是我们第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的话是我们第一种函，就是我们有参数，有参数有返回值，有参数有返回值是我们这一个函数，对吧？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种，第二种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有参数无返回值，第二种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有参数无返回值。有参数无返回值的话，那么应该是我们 def，df 的话，我们就直接还是这个，我们给它给一个 f，上面的话，我们给它给一个 f1，这个我们给一个 f2，f2 里面的话，我们还是接受一个，这里面的话，我们是有参数是这一个 x，然后我们还是去计算这一个 y 等于 kx 加 b，对吧？但是在这里面的话，我们不返回了，我们直接在这里面去打印这一个 y 值。那么这一个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第一种的一个形式，第一种的形式我们给它 print 一下。第二，这一个的话是我们第二种，第二种的话嘛是一个有参数无返回值，我们来 print 一下。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直接去进行打印的好吧？在这里面我们直接打印它的一个 f2，f2 的话我们直接传入这一个 x，最终的话它也可以去打印这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在这里来运行一下，像在这两个里面的话，在这一个我们就不需要去进行一个打印了，这个地方打印是一个 none 的话是，因为这一个 f2 的话它没有返回值啊，这里面我们给一个 r 吧，好。当我们没有 return 的时候，默认返回是 none。默认返回是 none，所以我们这里打印的是这一个空的一个内容吧。其实在这里面我们不去打印也可以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两者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没有？其实我们看起来它的一个效果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你有参数也好，没有有返回值也好，没有返回值也好，最终的话你打印的还是同样的一个效果那么他们之间的一个区别是什么？这个地方一个是有参数无返回值。有参数有返回值，然后这一个的话是我们有参数无返回值这两者之间，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第一个的话我们有参数有参数的话我们就可以传递不同的一个内容，对不对？有参数的话我们就可以它们的一个异同的话就是有参数就是可以根据传递进去的参数产生不同的结果，不同的结果这是有参数的一个作用然后有返回值，返回值的一个作用是什么？返回值的话有返回值那么我们返回一个结果，在外面还可以进行处理，返回的一个结果在外部还可以继续操作比如说我返回一个结果，前面这一个函数我是直接把 y1 给它返回出来的，对吧？y1 返回出来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用 y1 去加上一些东西？比如说后面的话我还可以去打印我可以去打印的话，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给它 y1 的话我们给它加上一个10这样的话还是可以去进行一个处理的，在这里面的话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上10等于41，对吧？但是这一个的话它无返回值，无返回值的话那么在外部就不可以去进行一个操作了，这是无返回值的一个无返回值的一个需要注意的一个点，没有返回值，回值在外部就不能，外部就不能操作函数处理的结果，函数处理的一个结果这是我们两种形式吧，有参数无返回值，无参数有返回值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无参数无返回值和无参数有返回值的两种形式第一种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无参数，无参数有返回值，无参数有返回值，我们来 def 一下，这个地方我们给个 f3 无参数的话我们 x 不传进去，那么 x 我们直接定义在这里面
有返回值的话，我们最终要把这一个运算的结果给它返回回去，对吧？那么这里面我们是 y 啊，等于 kx 加 b， 那么这一个 y 的话，我们直接给它写到这一个地方，或者我们直接把这一个 x 给它写到写到函数的一个外部也可以。这一个的话，我们直接写死在这一个外部啊，定义成全局变量。这个的话我们给它一个 x3 吧，代表的话是我们第三个函数专门使用的这一个内容。这个地方我们给它改成一个 x3， 这一个的话是定义成全局变量。不通过传参的方式使用。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直接调用，最终的话我们来打印看一下。这个地方我们给它 print 一下分割线。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直接调用一下吧，这个地方我们 r 的话，这个地方我们是一个 r3 等于这一个 f3。F3 的话因为是没有参数，所以我们不需要传递内容，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打印一下这一个 R3 的一个结果，我们直接给它运行看一下。在这里面的话我们能得到这一个31啊，但是这一种这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无参数，对吧？无参数有返回值，然后我们再来一个是无参数无返回值，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3，无参数有返回值，无参数无返回值。无参数无返回值的话，在这里面我们直接定一下它的一个 df， df 的话我们给它一个 f4， f4 的话它不需要参数，然后它也没有返回值，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直接等于一个 y 等于 kx 加 b， 最终的话我们直接 print 一下这一个 y， 然后它没有返回值，对吧？我们也去接受一下，这个地方我们是一个 r4， r4 的话等于我们这一个 f4， 它无返回值，默认返回的是一个 null， 我们直接把这一个 r4 给它去打印看一下。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给它运行看一下，像这里面最终也可以产生这一个31的结果，然后打印这一个 null。那么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一个的话是我们这一个无参数有返回值的，对不对？无参数有返回值。还有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无参数无返回值的一个内容。这两个的话他们都是没有参数，对吧？没有参数的话他们会有一个致命的一个缺陷。就是不能根据我们传递进去的参数产生不同的结果。参数相当于写死相当于直接写死了，那么你这一个函数就没有什么必要去写了，因为函数最重要的就是它根据不同的一个参数去直接返回不同的一个值，相当于直接写死了，所以你只能用一次。这种的话一般在我们提示一些固定的或者你直接写死的不需要它去变化的才用这一个。像有返回值的话，即使你无参数有返回值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参数的话，你这一个返回值是固定死的，就是无参数这一个的话是直接相当于函数直接写死了，不可以接受参数。有返回值的话，这个有返回值。因为没有参数的缘故。只能返回一种结果。所以这是我们函数的四种形式吧。那么这四种形式想一下，如果给你去用你会选择用哪一种以及你喜欢用哪一种。这四种的话如果喜欢用第一种敲个一好吧，第四种敲个四第三种第二种的话就敲直接敲二和三这一个。看情况使用。这一个对这一个的话你可以看情况使用。但一般在我们做项目的话一般只会写第一种，就是有参数有返回值。有参数有返回值的话才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内容了，最常用的一个内容。所以以后我们写函数的话最好全部是写这种有参数有返回值的。如果你没有返回值的话可能会有些疑惑，你没有参数的话那么这个函数直接调用就不是那么方便。那么这是我们函数的一个其他形式。